需要老师帮你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批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私聊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，如同女字一般的纹理，便是美露纹。这种纹理特征相较于国印纹更为少见，所代表的含义则是和命主的贵人运以及情感运势有关。像是当命主手掌中的乾宫中拥有美露纹的时候，说明其人在工作中有着出色的人际关系，更是有机会在贵人的帮助下取得事业成功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